脊柱侧弯呢，就是我们所说脊柱侧弯，主要就是脊柱，咱们正常人的脊柱应该是站立位，从后背来看应该是直的，从侧面看呢，有它的一些生理弯曲，在一定范围内的。脊柱侧弯呢，就是在这种我们叫轴向，在矢状位、冠状位呢发生了侧向的弯曲，我们就叫脊柱侧弯。当然，侧弯呢有不同程度，咱们正常人也不一定每个人都笔直，它一般10度以内。就不一定要诊断这个脊柱侧弯，超过10度以上，一般可以考虑脊柱侧弯的诊断。脊柱侧弯呢，单纯的脊柱侧弯，如果轻度可能影响不大，但是如果中度甚至进一步加重，重度，这样呢，一是对，内脏，就是咱们躯体啊内脏的影响，心肺功能的影响，还有就是腹部脏器的影响。另外呢，对于神经这块儿。脊髓受压，神经功能障碍，就影响了它的活动、感觉，包括大小便，主要是这些影响。